小凯，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哎，宝宝给我妈给你收拾一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哎呀，我就是过来帮你收拾。你快休息一下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行了，那你赶紧洗洗手，一会儿吃饭。好嘞。啊。 马经理，我这次提成多少？1500。啊？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少？还没算完呢，这账单你自己看看啊！你在船上赔偿餐厅扣掉2100，扣掉损坏洗衣机设备300，不，你还得往公司交，哎，多少钱？900吧。你在船上。 打算了那么多餐具，你知道那些餐具都是国外定制的，非常贵。一只龙虾几十美刀，其他还没算。这么说，我这次白干了？怎么是白干了啊？那学习的经验呢？你已经是有经验的导游和领队了，这都千金难买啊！坐坐坐。 之前的押金能退给我吗？哎呀，只要你还是公司的员工啊，那押金就不能退。退1半也行。我们公司呢有个规定啊，要收导游押金，多少钱？1万起。1万起步。你想想，你这点钱哪够啊？一旦出了事，根本都不够。我房子得交房租，我都没地方住了。哎，不，你爸妈在上海吗？那住你爸妈那儿啊？ 唐先生，美国总部调来的市场部专员陈安妮来报道了。唐人早，很高兴加入你的团队。坐了，回国也不先回家一趟。现在可是工作时间。安妮，你加入这个公司已经是第4年了，你的成绩呢是有目共睹的。 也的确是我们游轮业的一个人才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希望你早点放手。但是你也知道我的，我选择的东西是很难轻易放弃的，而且你也说了，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那我当然要去挑战啦。你就是我最好的榜样。好好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下，有很多事情呢，看似容易，做实难。 有很多职业上的事情是突发的，就好像海洋号遇到风暴的救援事件，那个叫丁凯的大副，他下水救人，本来是一个英雄事迹，值得歌颂的，但是呢，他现在又面临无视返航命令而受到调查。唐爸，那件事情对那个丁凯真的很有影响吗？你认识他？
顾子在家吗？这家人都出去了，全完了。妈，怎么了妈？哎，你怎么哭了？你别哭，怎么？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哎，别哭，别哭，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理财全完了。什么理财全完了？行行，别哭。 就前两天吧，那雇主家来了一个客户，说那个 P2P 理财特别的挣钱，高利息。我这脑袋一热呀，我就把咱家这几年的钱全投进去了。啊！可是这几个月月月亏损呐。我爸知道这事儿吗？ 我可千万不能跟你爸说哈，你爸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他要知道我把咱家的钱都给投没了，他还不得跟我拼老命呀？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样吧，他要是问你，你就说，说我把钱拿走了，好，行吗？哎，好。不是我说你，什么 P2P， 你买它干嘛呀？新闻上都播了，大部分都是非法集资骗钱的。 行了，你别跟我事后这个诸葛亮，你早干什么的？你问我了吗？你在哪儿呢？不是今天考这个证，就是明天考那个证，要么就是急着换工作，我哪敢打扰你呀？女儿，听说你现在新工作不错呀，都到国外去出差了，那待遇不错吧？ 还行吧，今天找我干什么？嗯，没什么。哎呦，我不是想你了，来看看你吗？我该怎么办？ 马经理出卖我了，难道是来报仇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哎，你这次在团那个事儿，我跟马经理可是实话实说的啊！你翻墙关禁闭，打碎玻璃，干扰演出，这可都是事实。我可没有带任何的个人色彩诬陷你啊！还有，马经理想让你走，我说什么都没有用。你一大学生刚毕业，很多人情世故你不懂，人马经理心里什么想的，他肯定有数啊。这事儿吧。 实在是没地方住了，那，你也知道，我上分之前就没房子住，我妈是别人家的长期保姆，我爸又住集体宿舍，现在还欠旅行社900多块钱呢，我连地下室我都住不起，我能不能
暂时在你这借住几天啊？什么沙发、地板、地毯，随便给我个角落就行了，我不会占太多地方的。而且我会干活，洗衣做饭、收拾屋子，什么活都行。哇，孙老板，谢谢何太姐。打算住几天呀？不会住太久的，我攒到钱我就会搬的。不过需要一点时间，我保证我尽快。行吧，那就算我给你落脚垫，但是没钱有没钱的算法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明天开始这个屋里的一切你打扫，井然有序，一尘不染，帮我刨刨土。随叫随到，24小时为您服务，给我做饭，一日三餐，菜不重样。你挺乖的，房租就不收你的了。谢谢。我怎么就答应了呢？Lobby, please. Thank you. Oh. Can I help you? 你需要帮忙吗？啊，没事，我自己可以。大一，你就是丁凯吧？海洋号的行政大副，我是市场部的陈安妮。原来就是你在总部帮我申诉的，来神跟我提起过你，谢谢。那这么说，我们算是认识了？当然。小凯，这个马上旅游旺季到了，所以都得翻修一下。今天朱叔叔一定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。朱叔，哟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，累了吧？正好来了一桌客人，在院子里烧烤呢，你去帮我招呼一下吧。行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啊，来了很多人呢，都是海员。哦，我得去忙了。啊，我去看看吧。哎，啊，行，快尝尝我烤的螃蟹和苞米啊。莱申、菲尔，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借口。哎妈，怎么了儿子？你去拿点东西。啊。Hello。有四匹和查尼斯。嗯，我们的中文都可以了。太好了，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娘。怎么样，菜的味道和胃口吗？嗯，是挺好的。我要是这样的，让他们看到了之后，岂不是更奇怪了？既来之则安之。我听说你们是海员啊？嗯，这个工作挺危险的吧？没有，可安全了。我们这个跟在陆地上没有什么区别，
而且我们的船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船，我们有三个制控系统，所以绝对不会沉的。是吗？真的，我们海洋号是永不沉没之船。泰坦尼克号也说过这句话。泰坦尼克号是人为的，我们的海员不会那样的，放心。那你们做这个行业，你们家里人不担心啊？不担心，还跟我们在一起呢。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海洋号的老员工，我爸爸是从二叔做到总厨，我妈妈是楼上的领班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海洋上一定安家了。嗨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那在海上飘着，跟咱们这陆地还是不一样。我是不会让我的儿子干这个行业的。哎呦。叔叔辛苦了。哎，啊，我过来上菜啊。好，小磊，你端上去吧。哎，啊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老板娘，别害怕，我跟你说，有空的话来我们的海洋号玩哈。哎，是你们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欢迎丁凯，丁凯来了啊。欢迎欢迎，好久不见啊，欢迎过来过来啊，娘来了。你好，儿子。哎，你怎么认识他们？哎呀，丁凯真的。Let me tell you later。啊。哎，对，我哎，丁凯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我们还带礼物过来。你怎么也在啊？走，妈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。他们在座每一位呢，都是我非常重要的客户。你儿子所有的业绩就靠他们。本来啊，其实我还想请你们过来吃饭呢，但是没想到你不请自来。不是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你客户了？上星期你不是还帮我一单吗？本来想单独约你吃个饭，然后今天那咱们就算请你吃饭了啊。不是啊。哎，儿子啊，啊，你们公司什么时候跟船打交道了？啊，是这样，就他们的整个的游轮系统呢，现在被我们公司承包下来了。这些个个对于你儿子来讲，这都是爷啊，谁都得罪不起。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哎，丁凯，那你不给我们加几个菜啊？什么叫加菜？今儿个免单。哎呦，我现在跟我妈呀。再去多准备几个菜给你们上来，啊，好不好啊？行啊，好，谢谢。啊，热情啊！怎么那么巧啊？啊，对他们，我们都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了。蓝深，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那天我在你电脑桌上看到的呀。哎，丁凯，丁凯，你为什么？嘘，你给我小点声哦，小心被我妈听到。哎，丁凯，你为什么要瞒着你妈妈呢？当海员的这个事情呢？哼哼，秘密。切。丁凯，你一会儿进去，千万不要慌张。仔细回想当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不要漏到任何的重要细节。你笑什么？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紧张？不应该紧张吗？紧张。那你还笑我？我只是不想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别人。我想问你，当天发生的状况，你有看到吗？但是你可以在这里提醒我，说明你相信我。谢谢。干嘛？你是我在罗亚公司认识的，不应该说是认识，是我交到的第一个中国朋友。祝你好运，朋友。现在听证户人士开始。
邀请从迈阿密总部来的轿车员。你好，我叫王子阳，是今天听证会的主审官，针对上一次游轮救援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情况做出调查和审理。丁凯，平时你喝酒吗？我从来不喝酒啊。一点也不？滴酒不沾。那你有失眠的情况吗？我的睡眠很好。所以你完全不会服用一些镇静或安定药之类的吗？除了遵从特殊的医嘱以外，完全没有。好，那上上周开往金希纳的航程中，台风突然来袭，你营救那些落难者的视频我们都看到了，对你的英勇行为我们非常赞赏。可否告诉我，你救了小孩之后视频突然中断，后来的二十分钟你做了些什么？当时是那艘霍兰的船长被一个漂流物击中了，他晕倒了。我于是马上穿上了救生衣还有氧气瓶下海救他。好，船长同意你和雷森做最后的排查。是的，当时我和雷森在水面排查寻找生还者。那船长第二次的命令你听到吗？听到了。Due to the weather, the ship has to leave first. When you finish your rescue, follow us immediately. Over. 丁凯，我要提醒你，身为一名船员，你有义务和责任保护整艘船的性命还有财产的安全，所以你必须严格地执行船长的命令，而不是自作主张。我要知道后来失联的二十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我想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我说霍兰的船长当时是被一个漂流物所击中。你有没有听到船长让你紧急返航的命令呢？我当时只听到船长要求我们尽快排查。船长要求你赶紧返航。对不起，我完全没有听到。这样吧，下面我们暂时休会，休息十分钟。丁凯，你也顺便回忆一下当日的情景。Captain. Dinkai, the situation looks bad for you now. Prepare yourself mentally. 我知道我现在可能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没有证据证明我当时真的没有听到，但是我希望您可以相信我，相信我对于这份职业的忠诚。我不可能违背命令，更不可能置所有人的安危于不顾。Even if I believe you, they only believe in the facts.
and the evidence. We continue. 请听证人证言。当时的风浪特别的大，孩子都被吓着了，我们也很害怕。丁大富跳入海中游向孩子，试图要解开手腕上的电线。 丁大富把孩子带回了救生艇，孩子被救到救生艇以后，一直希望他爸爸赶紧游过来。当时船长正漂在海里，突然被一个漂流物击中，然后他就失去了意识，沉下去了。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船长沉入了海底。也就是说。 孩子被救起来之后，货轮船长下沉，游轮也正往安全的水域退。此时视频中断，基本上在同一个时间，船长下达了立即返航的命令。事情发生后，总部觉得哪里出了问题，第一时间派我和简赶赴圣尼斯，第一时间去询问了那些被救起来的落难者。请看。 当船长第二次下达返航命令的时候，你有听到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当时除了一位正在哭泣的孩子之外，所有人都清楚地表明，听到了船长下达立即返航的命令。我们现在有请当时也在现场的海洋号二副 Morgan， 请你到证人席。 各位好，我是海洋号二副 Henry Morgan， 参与了当日的营救行动。事发当时，你听到了船长下达立即返航的命令吗？听到了。一共听到了几次？三次。那在这三次命令下达的时候，你们分别正在做些什么？第一次，我们是在排查水面上，是否还有遇难者。 Do your final checks and evacuate immediately. 好，收到。然后第二次我们是搜救，发现了船长的小孩，毕竟行营救。Due to the weather, the ship has to leave first. You finish your rescue. Follow us immediately. Over. 好了，收到了。第三次我们是准备返航，然而丁凯还在救生艇外。那当时丁凯离救生艇有多远呢？他就是在舱门外。 那步话机这个时候又在哪儿？一直插在步话机的座上。步话机发出命令的时候，你在做些什么？丁凯又在做些什么？丁凯爬上救生艇，然后我是准备告诉雷森，我们得马上返航。但是丁凯他带上了氧气瓶，然后他是准备下去跳海里面，然后我去拉着他，然后我就告诉他。 我就说，我们船长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得返航了。也就是说，丁凯在你告诉他船长下令返航后，他还是一意孤行的跳入海中救人。是的。谢谢你的证词，请你回去坐吧。我们现在有请事发当时的第二位证人莱森，莱森，麻烦你到证人席。 事发当日，你听到了几次船长的命令呢？三次。我第一次跟丁凯在水面排查，第二次我协助丁凯救助油桶。小朋友，快走啊！第三次呢，我听到命令后，立即准备操作救生艇返航。那当你在准备救生艇返航的时候，丁凯在船上吗？ 是，我看见他爬上了救生艇。也就是说，你是确定了丁凯在救生艇上，你才准备开船的。是，但是在我回身的时候，看见丁凯已经带上了氧气瓶，丁凯，就准备跳入海里呢。那你有制止他吗？我试图了，但是我离他实在太远了。好，谢谢你的证实。
丁尼，我没有能够制止住他，但是阿尔夫·摩根也没有能够制止他。丁凯，阿尔夫·摩根曾经试图拉住丁凯，但是没有碰到丁凯的时候，丁凯已经跳入海里。当我们反应过来呼叫时，丁凯已经消失在水面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同意阿尔夫·摩根的证词？是，阿尔夫·摩根并没有碰到丁凯。 好，谢谢你，请你回去坐。当时除了一名正在哭泣的未成年孩子，所有人都表明了清楚听到船长下达立即返航的命令。丁凯，为什么你没有听到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听到船长的最后一声命令。你听力没有问题吧？当然没有。请看大屏幕。 屏幕上出现了救生艇所有人的位置、步话机的位置的坐标图。我们用电脑考虑到了所有的漏洞，你能听到。要是你听不到的话，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要么你在撒谎，要么你是故意无视船长的命令，置游轮和救生艇上所有人员的安危于不顾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真的没有听到。 你有想过听证会的结果吗？不知道。那要是对你不利，你怎么办？他们应该没有理由再继续冤枉我吧？毕竟你的确没有听船长的指令啊。你信我吗？ 我相信你没用，有用，哪怕是一秒钟的信任，对于我而言，都很有意义。Come on. 我信。 人命哎！要不是因为丁凯，那个船长早就死了，还救了那么多人。他是个大英雄，怎么能说他故意抗命呢？这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。他到底是英雄还是超人一见注意？这个事情也怪我，我没有拉住他，我当时离他太远了。这也不怪你，不过没想到总部因为这个事儿。 还召开了听证会呢。这个事儿啊，如果丁凯说不清楚，职业生涯将会面临一个大地震。在船上，规则就是规则。唉，作为朋友，我绝对相信他。但是违抗命令对于海洋来说，无疑又是罪。他这次。 林教授，你好，我是安妮。啊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我们国内最有名的声学专家，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要咨询你一下。好，那我之后给你发邮件。嗯，我们开始。 当时，货运轮船的船长被漂在海上的集装箱击中了头部，因怕被风浪吹走，船长用集装箱上的绳索绑住了自己的手腕。
由于是绑得太死了，机装箱下沉，将他拖入海中。我背着氧气瓶来到船长身边，想要解开绑在他身上的绳索。可是集装箱下沉的越来越快，我只能释放氧气瓶里的氧气，增加一些浮力，减缓集装箱下沉的速度，最终救出了船长。丁凯，我要提醒你，身为一名船员，你有义务和责任保护整艘船的性命还有财产的安全。你有没有听到船长叫你紧急返航的命令？我当时只听到船长说新的台风即将来，要求我们尽快排查。我就说我们船长已经告诉当时除了一位正在哭泣的孩子之外，所有人听到了船长下达立即返航的命令，是游轮和救生艇上所有人员的安危与不顾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真的没有听到。现在听证会开始。在过去的十来天，调查小组都围绕着丁凯的事件，从流失的二十分钟到如今丁凯是否违抗命令，小组成员都用各种方式收集排除相关的资料，就为了证明丁凯陈述的事实真相。但是我手上有一份最新的调查资料，想要请丁凯请示一下。丁凯，能否请你聊一下你家里的状况？可以。你家里一共几口人？我家里包括我在内一共三口人，我母亲还有我继父。能够谈一下你的生父吗？丁凯，为什么要隐瞒你生父死于海难这件事儿？我认为丁凯经历了生父死于海难之后，患有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， 基于对游轮安全的负责，我建议马上让丁凯进行心理测验，来确保他是否真的患上了 PTSD。Wait up, please.我贸然来到这里是有话要说。我是丁凯营救事件的目击者，那一天我正好在医疗的直升机上看到了一些事情，并且觉得事有蹊跷，所以我请了国内最有名的声学专家，今天就会有实验的结果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去见证。 Are you saying that we can see the result by today? 是的。相遇在一座城，相遇在某个人潮汹涌孤单的路口，
像是雨一片天，像是在蔚蓝海洋中生活的另一面，梦想的是发现不经意的转弯，终点又回到起点。移动的地球村是一个同行的圆，从彼岸到此间，最美的少年。每一次停靠都是为了下一个起点，每一次启程拥抱着辽阔海天，每一次靠岸看了万家灯火人间团圆，每一次起航追逐永不消失的地平线。移动的海岸线从天边到眼前，生命的延长线不再那么遥远，闪亮的夏天闪亮了每一天。 I love you forever。 一刹那时间，一首一人生。Thank you.